同时在轮流啊。现在八点了，蛋团要 play some game， 今天要玩。G mode， 然后这个模式算是我们第一次在这边玩啊，这模式就是扮演路人这样，嗯、嘿，然后、啊、那一堆 NPC 在找，对，然后你要去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样子。你会不会玩游戏啊一拳？我摔死了吗？有人竟然开没被打就摔死了、啊，太扯了吧！我跳下来啊。他是 Hunter， 又自己摔死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是加团团那边吗？对，加我这边。然后今天人有点多，我觉得要一个一个讲是谁。啊，我觉得好麻烦了。今天人超多，十三个人。那我们三个啊，我们就从 DC 的那个顺序好不好？应该大家看到都一样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现在全荧幕好懒得切出去。第一个嘛。啊、好吧，那不然我念嘛。对，团团你点名啊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有一拳。嗨，大家好。然后有阿纪。嗨，大家好。阿纪声音哦，我们待会不介绍第二遍的哦。然后还有喵哈。哎。然后巧克力。我是 NPC。然后还有我团团，然后还有音乐。Hello。然后白猪。Hello， 然后泱泱，嗨，然后小雨 ，Hello， 繁星，嗨，杰克，李贺，酱油，嗨嗨，阿旺，哟，大家好，终于结束了，对，就完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可以下课了吗？没有，不能下课，不行，下课。干嘛、啊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连演超久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老师跳窗一下，好，老师回来了，老师跳窗了，老师，哎、欸，所以大家都进来了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还没，你要点名啊 ？OK， 我来看哈基还没进来啊，十一个，哈基还有谁啊？我看一下，现在扮演没办法换了。他好像有一些技能，对这个游戏有一些技能是可以让你换。我点一点好像怪怪的。就是你要去碰玩家才能换技能啊。对，你要碰猎人，要碰猎人，你碰三次猎人就可以换成一个新技能，这样。我觉得杰克的画面有点好。对，你要摸，你要偷摸猎人。那边好像都是，哎，你要吃猎人豆腐。哇，这里好棒，我不想离开了。所以这代表只要有人靠近你，你就可以。没错，不要碰我，想干嘛？变态啊！变态，变态！他们每一个都很像哎、欸，到底哪一个是啊？会会看啊，会会看啊！来抓，坐下抓，扛错，扛这么多做事啊！真的该做事了，这不是，我快把自己打死了啦！这也不会打，他这个打错会扣血吗？会，会啊，会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打对人吧？他对我用技能，我看不到。弹错了，被哪一个汉堡在飞啊？哎、欸，这是我的，不要跟我抢，这个鱼是我的。这两个在干嘛啦？就是两个啦。你们两个，谁来玩汉堡？汽水一样了，哇！闪耀几个钱？他还在跟人家双休啊？他还在双休，是不是？双休，谁在双休？等一下剩巧克力跟阿旺了。嗯，我是那个太冷了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我在玩躲猫的感觉？是啊，在玩躲猫猫哎，找不找得到啊？找不到，你在哪？你怎么死的？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他们还会跑起来，好狂啊！他们会跑一段停一段的那种，真的。你的技能是做一个分身。屋子内是不是有音乐啊？有。你是不是人？你是不是人？你是不是人？我当然是人啊！然后猎人右键可以那个往前凑一段，右键哦。对，要拿那个啦，要拿那个啦，滚！这个到底是谁啊？是谁？会不会动？看不出来，可恶！哇，怎么还要四 Q Q 啊 ？No， 路人。对啊，你怎么被？不要想不开啊！啊，我也死。又一个人死啦、啊！太难了吧！现在是2-2，2-2，好难哦。对啊，来啊，影妹你在哪、啊？我快死了，我再敲两下我就要死了。只能再猜两次。好难哦！什么
什么地方？哎呦，哦、巧克力超真实、欸。燕燕来这个地方好酷哦！拜托，我说是 NPC 啊。哎、欸，还有谁没进来、啊？哇，巧克力跟舞台。哦，翻新。你刚刚才说我装很像，然后又说我。为什么都 error？ 哈 ？error，error， 乱装。麻烦。可是刚刚不是正常吗？你是不是有没有订阅到的？你有没订阅到这个吗？加入啦、啊，加入啦、啊啊，我加入啦、啊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不影响，这不是躲猫猫。哈哈哈哈哈！然后画面好闪啊！这张图啊，这张图没有吗？你刚不正常的，太强了吧？这个也看起来，这不是刚刚那张地图吗？重订一下。对啊，都一样啊，一样的。洋洋，你曾经找到我的区域过，只剩三十秒、哦。那个工作坊叫啥？你都走了，你为什么就走了？欸、我帮你查一下。我也死掉了。哇？哎、欸，不是他。啊、哎还是再提示一下，那个区域有我的痕迹。攻杀毁，谁听得懂？我这区域有其他的尸体。好难喽。水的那一块吗？都是。我来帮你。这个超度啊！马蒂马蒂哄，两个区都有痕迹啊！助杰克早日归天，太猛了吧！你们好猛哦！好猛哦！好等下我要看到某个东西在跳，待会儿什么？这怎么玩？这可以玩好吗？这最好玩、欸哦，还有时间哦。对啊，还要建立定的角色。哦，换我们了。嗯嗯、这黑画面六个人找七个，没问题啊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冲啊！别人别再摔死了，哎，不对，那个，别再摔死了。有他们，我们要相信电脑 NPC 看起来很像人这件事情。怎么坐下来啊？躺错，躺错，躺错哦，躺错。哇，我要学他们，你要学他们，大家坐一排这样子，大家都随地乱坐。对对对，我是怎样？刚刚的试玩，我觉得要找最像 NPC 的，应该就是玩家了。等一下 ，NPC 在挡我路。小老爷爷，这游戏好难玩啊！欸、我还是看不出来吧？早就看得出来了。小笑了，这个吗？爱鱼，这个。哎，哦，这是真的、哦。每一个看起来。都很像真的，我抓到两个，这很像真的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我这都有订阅耶。反间，我一下就找到你了。哎、欸，人家在订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个不是都是你啊？我看他是一个妹子，我就一直打啦。我可以订阅了。不要吗？我重进，我重进。啊、嗯！哎、哦，啊！是谁啊？为什么你都这么快找到？就是 你们好快哦，太快了，很快，两个超级快。我遇到反反才快，其他我都慢慢的，其他都慢慢来的。哇哦，什么地方啊？想出去吗？出得去。我们要思考电脑的思维、啊。这个你在干嘛、啊？真的吗？谁、哦？你在干嘛、啊？怀疑这就把它推下去做镜子啦！下去，下去！你们跑去哪里玩啦？哎呦，摔到了！哎、欸、我好像是不是？我们摔下去不会摔死、欸？不会摔死哦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我摔死了？我把两个摔到。很下面的地方，他进来的时候有点多人啊，嘿，有一点，有点多，好像没血。哇，这个位置这么好啊、哦，怎么两个？哎、欸，我会飞，我走一走飞起来了，哎、欸，有人，快快的，抓到了，偷丢技能，走一走飞起来怎样？我刚刚他有人帮谁打我，我丢技能的。是汉堡，哪有？哎，不代表等一下来撞别人的就是团团。撞别人是团团，居然还有这种船？团团，团团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怎么过来的、啊？刚刚我被 NPC 挡住，然后有密道，我是被 NPC 挡住才发现的。欸、走命道，对，杰克你这不会死哦？不会啊，杰克这好猛啊！哇，有电梯耶！可以啊，超大的，哎，就剩两个人了，我们加油！杰克你是保护色吧？
草草这个地方是保护色的吧？哎、欸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还蛮明显的、哦，真的是破财，没办法，这个超明显。因为这个位置很难有人上来吧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上一场我就是躲这里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哦、天哪、啊，我连怎么走出去都不知道。哦，就是你啊！为什么？跑，害怕，害怕！哇，太想跑了，没有卡成功。我要杰克，我觉得杰克搞不好可以躲一辈子。哎、欸，杰克太强了啦！这位置哦，请问你在思考什么？你跟我说。我在思考这个圆怎么这么亮？杰克在看月亮，思考月亮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这里景色好好，还可以赏月。赏月，很棒哎！对他们呀，哇，赏月赏出月亮。量特别的亮，这样子，因为中间还有粮食可以吃、欸，超美。你要准备那个备用粮食哦。真的，你们还可以边看月亮边吃东西耶、欸，真的，好棒哦。超猛。哎、欸，我还是做了、欸，还有监视器耶、欸。哎、欸，哦，只是跳比较快。时间又不够了，我到底躲不躲得过呢？应该可以吧？杰克躲的地方是正常人不太能躲的地方。对，就是他们、太明显了吧？现实世界应该会死掉的地方。对，真的是会死掉，嗯、而且可以赏月。会死掉的地方也是可以赏月。赏月。可能有小雨跟一犬的味道吧，在上一场来说的。哇塞，真的很哇！小玉，你们刚在哪一拳？你们这样？那个游泳池，你说上一场活着还是上一场死的？这个提示是不是有点明显啊？没有死的，太秒了，在这里秒了。看下面有 NPC 啊，我下去就死了，所以那里管不能去。哇哇！对呀，还是躲水里，太明显的啦，会死掉的地方是水里啊。赏月而已，对，他是赏灯啊，他那个灯跟月亮一样，在看那个灯，很唯美，又圆又大，思考人生，思考人生啊，什么密道？哦，众生，哎，这张地图很多密道，你们可以慢慢发掘一下。超多密道嘞！密道，密道，不要当瓜子。屏幕绿不干净。可是他都可以上楼啊！是人的。哇，看不上去。来啦！来喽！来啊！真的人吗？来喽！你会坐在这里吗？嗨。这什么地方？你蹲下来了，我也跟你蹲下。嘿嘿，这里如果被走到，就太明显了。哎，知道输密码吗？好啊，这是真的人，谁知道密码是什么啦？请输入密码。我就赌没有人走到这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被卡住了？喵，他可以推我一下吗？啊，可是我怕一推你耶，卡住哎。你繁星可以了吗？不优哎。为什么？明明刚刚影片也是这张地图就可以玩。我要发声。不然等一下我换地图，等一下我们换地图。好啊。好。谁？我来抓。哎，要不要上楼？要不要上楼？这个是谁？杰克。杰克，你知道密码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要看不知道啊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九六三七，我觉得九六三七，要可以上楼呢。救命！我刚刚怕他卡住了，我不要来走啊。一拳按右键，一拳通关密语，通关密语。啊，死掉了！你怎么开头就变身干了？怎么办？一拳，哪一个？九六不三七啊！一拳，你干嘛？我再摸他一下，再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他，怎么摸？哎呦，剪刀剪，哎呀，太明显了！我知道你想开反，夸张！你再摸他一下，怪怪的，这很怪怪的，不要碰我剪刀，怪怪的，不对，不是。NPC 都比玩家还奇怪。对啊，他们到底是怎样？这个也是真的 NPC 哎、欸，很多 NPC 都很诡异的、啊。对啊，超奇怪的、欸。对啊，是喝醉酒了这个。超奇怪的啦，这个也是真的。真的打了。小绿，哎呦，好实用啊。反正我就三个人了，不要动好了，我不要动，还没有人来打我。这个，你要在这里修行的，
你很紧张哦，奇怪的地方，你很紧张哦，就想说你们都爱休息。哇，怎么这么痛？你们干嘛乱杀 NPC？ 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还撞墙啊？到底哪一个啊？看不出来啊！奇怪的，又越不是。猜猜我在哪？对啊，超夸张！哇，我看到两个在游泳。打他！游泳好啊，舒服。打他！没有人。我被卡点了，我被卡点的。我刚刚也是被 NPC 卡住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卡点就杀 NPC， 这么凶，麻烦跑不掉啊。嗯，哇，你怎么那么无辜？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这些人哦，眼睛啊，不会啊，你还跑啊？还奇怪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，感觉不像。像哪一个嘞？哎、啊欸，我哪有被左右跟 PC 夹在巷子里，我出不去了。这个、是你就只好杀了他们了，只好杀掉他们了。哇，死了、啊！居然不是，是泱泱跟哈基尔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一个还在、哦，四四找三可以啦。可是我快死了，我再找打错一个我就死了。我还有五十，相信你的直觉，揍下去。相信我直觉，我就要升天了。有机会。哇！猜真的升天了？哎呀，什么啊？都猜不到，好难哦。我找到跑团的密道了。嗯。哇！噔噔噔！我不要听到。我以前要噔噔噔。太好啊！噔噔噔！抓到了。前面那怎么一直在打、啊？还敢修行啊？冰桥，你怎么一直这样？冰桥，冰桥，一只马，打他啦！他卡你耶。